都是马，怎么办？后面的马又跟过来，然后前面也是马，没关系啊，先休息啊。哎，他真的站在后面也都是马，啊，他真的站在后面。地方拍照，对。旁边有一台车，知道知道知道。他是要我排队吧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吃东西啊。